杀了，感觉有网管来一下，网管我靠，哎，网管中单卡萨丁，上单踢毛极品，没事，我也选的男枪的，问题不大。四川美女多，正常的。就是不知道四川男人怕老婆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正常的？一级就开送，卡萨丁都没来，都说葬点不打了，就非要去吃钩子。别太早露头，有意见的。现在是谁在黑暗中？我还是交个赏。这血量不想去追，对吧？那就轮到我的回合了，来个快速拔枪上来。他被我减速了，直接回家，直接小刀睁眼一双鞋，这把游戏我当爷爷。他没闪现，可以接着来弄他。他这会儿应该在刷地，都也快刷完了，直接来找他，看他没来偷我门红。试试我吧。来了，业主也刚好带到，往回拉一下。没事，我们有草鞋，他跑不了的。有这个草鞋，飞一般的感觉。只会发撤退信号，烦死了，直接再来双爷爷鞋，直接爷上爷。来，给他找他，我退一下，我不好走的。再来一枪坐着，烟雾弹。他第二轮也刷了，可以来弄他。他就偷了我们 F6 加一个河道蟹，八个刀两组野，应该还是带眼的。安安 A 层先收大坤，还要找我。走位，你不好加速，他没什么状态，来弄他。偷了一组三了，有病是不？还要来？哇，你这样子游的，上路也来了，对面三打野嘛，一气化三清，不行啊，这个火男一直来游我兵，不要我去把他塔拆了，他亏着线跟塔过来弄我，得把这线上先给他弄了，哪来的就让他回哪去啊。来帮我刷野，人太好了。
我拿了，哇，我受不了他了，屠神啊，屠神，我受不了他了，我受不了他了。先升六轮，先给他弄了。终极爆弹，感觉学了点穿甲还是得出，这移速太关键了，这战斗移速太关键了。像这种一直打架的话，这个经济时期就比幽梦厉害。这火男没闪现了，必须得狠狠的搞他。这魔腾再偷我们也懒得找他，他不值钱了，对吧？我们的对手已经不是这个魔腾了，是这个火男。血不花吸一口，待会接着来搞他，趁他没闪现多抓他几次啊。这波梦魇在应该在上面去，可以顺带弄一下他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已经看到他了。啊啊！终极爆弹。你也要调皮是不是？假装没惩戒，都该惩戒收掉。优势不好好兑现，要来搞我，这样你优势没了。这兵线进塔他不要，他现在要亏两波，现在掉两层皮，他这波等于死了两次半了。火男已经没状态，夏鲁要来包我，我去，已经五星通缉了。哎呦！先退一下，吃个果子来，别贪这波。击杀加速来一个，也是我们队友也到了。这乌鸦还不跑，直接烟雾弹罩上开搞。飞不飞？烟雾弹减速爆头。三杀，被 K 了一个。去打架，去打架，我来了兄弟们，跳车，一枪两枪，纵深平等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两枪给你捉掉，再一个跳弹，弄个乌鸦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抓个四郎，你也有份，可以贴脸一枪秒，待会直接三技能串脸，我们暴击六颗子弹，看一下，好像除了泰坦都能一枪秒，只要六颗子弹打满就行了。
妈的，这没打板被小兵挡了一点，这我也没给他宰掉，刚才应该就打了他四五颗子子弹，应该有一两颗没打到他。这我也还挺聪明的，第一时间往兵堆里面滚。这银雪现在不加暴击的。看看有个冰心在 A 的很难受，这我也跑了，怯战蜥蜴可以，这才是真正的神装，还瓶药没吃。我靠，一枪五杀了，感觉有王广来一下，王广试试我吧，我靠，哎，可以，王广在不在？我发现真的玩男枪 C 起来，这队友都会保你的。为什么玩皇子就没这待遇的？直接 A 个跳弹，一枪给他捉掉。这有人去带线了，好像。哦，他回来了。一枪，两枪，小兵别挡。来个四十，他就是移速稍微慢了一点点。我们不让杀跑了，再操作一波。一枪，他被晕住了，那直接推了吧。杀了四十一个，哇，好久没杀四十个了，上一次好像好像还是在上一次的时候啊，有点久远了。6万3，遥遥领先。